今天我们来做一个煎蛋面，六个蛋，这个肯定要不到一把面哈。还有就是油汁儿，姜丝火烧旺点儿。好的，旺得很，师傅。好，猪油就多。煎蛋面没得猪油，那是没灵魂的。姜丝猪油熬得好。啊，师傅教得好哦。来打下去，就烤一下。这个蛋哈，不要烤得太狠，下去之后它在板上。这个鸡蛋下锅，香。四个人六个蛋，一加一个半。这个蛋给它煎老底点儿，点儿汤才白。准备的开水，哇，哪要到那么多嘛？姜片子切点下去，五花切来备用。加点盐哈，都说我的盐重，这点盐哪儿重呢？那么大一锅。作为一个厨师，首先你要解决第一个问题，就是含氮问题，就是用盐的量的问题啊。下锅，你吃几两？三十。我吃半两，师傅，我减肥。你就是不想吃嘛？够了，油汁下锅。盐为合适，来这点豌豆汁儿，这边大盆盆的搁滴点儿，小盆盆的搁点儿。来喽，面好喽，面我好对得起嘛，当时我先给你们挑。对了，我挑我的，底下油汁多些，哎，刚合适。葱花撒起，对了，吃面吃面，挑一下。超级热乎哈，冬天家吃这个嘛，就是巴适的板。